从来没一点归宿，未知去向还有追逐，绝路能捱过，不需要庆祝，无人会祝福。埋藏黑暗不见光，前行边界像流放，从无往后看，逃过天网，却总被捆绑。埋藏一切不要讲，连泥都要尽情反抗，和谁对着干，谁要举证。做乜停晒手啊？未死喎，继续啊，补多枪。临死仲要抢我枪，街！李生，唔系未帮你冧过油啊？第一次就话莫姜啫。不过下次可唔可以俾翻少少挣扎位我咧？咁先显得我够诚意啊嘛。就当我谂多咗嘢，做多咗啦。不啦 ，nice work。俾翻个卧底你，系魏德顺做嘅。我冇事啊。我哋做卧底成日都系咁嘅咯，我哋都预咗噶，做卧底都会死噶嘛，嗬？冇事，我接受到噶。Sir Sir， 许启发死咗嗬？佢死咗。即系罗少报到仇啦，罗少帮佢哥哥完成咗心愿啊嘛，系咪啊？红楼洗清污迹，如从无色再剪影。罗少已经完成佢心愿，佢而家可以放低罗少忧愁。请发心，肯痛心。如果分得够狠，请你肯换情人，无需再不变。唔系咁噶。佢抌低咗我哋咁耐，终于可以归队。冇啊！你冇归队啊！我都冇做我啊！我就系做过你啊！冇归队。得够狠，请你肯换情人，无需再不变心，很痛心。让感性活埋，不要再伤害。天堂佢冇揾过你喎。
请再等，不要分。如果当天那刻转过心都不怕，无奈那秒不爱纠缠，只有一边留下。徐天堂他一定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妹妹，喂，卓 Sir， 陈夫你又来西贡一转，有啲重要嘅嘢揾你。卓 Sir， 啱啱好，啲餸啱先摆上台。我哋唔系食饭嘅朋友，今日我冇心情陪你玩，有咩事快啲讲。海面摆咗七碟菜，你应该明白咩意思。我哋虽然唔系朋友，但我哋今日有个朋友突然间走，大家坐低为佢食餐饭都不为过啫。乐少，你做得非常好，认定了目标，话做就做，杀死了许启凡，一个人搞定了整个黑警集团。我就啱相反，我跟你讲过一起去报仇，但我乜都做不到，我保你不到，救你不到。我都一样做得唔到。乐少系我手下嘅卧底，我应该可以帮佢搵到条生路。可惜佢选择跟你，唔系我。假如系想应该食斋，但我忍唔住，我煮咗佢中意食嘅嘢。乐仔个人好得意嘅，龙虾伊面，佢中意食伊面，粉丝扇贝，佢中意食粉丝，中意食白灼虾多过食濑尿虾。有福佢唔去享，好嘅生活佢唔去过。男人大丈夫，快意恩仇，佢就系呢种人。你比我仲了解乐少，虽然佢系你派嚟，就一直喺我身边。不过佢都系听你讲，佢唔系杀咗人就咁算。呢个系张雪晴嘅电话，入边有佢同许继发通话嘅记录，仲有加咗密嘅档案，乐少都解开咗，入边有黑警冒充卧底嘅证据。Sorry。
知道，你系咪知道罗少佢已经死咗？你打我啊！你系咪知道佢已经死咗啊？啊！啊！啊！你话俾我知，罗少死嗰阵时，你系咪见到罗少死嗰阵时，我你系咪喺现场啊？你喺度唞得阵啦，如果觉得精神 OK， 可以攞药翻屋企噶啦。喺街度咁晕发，好危险噶。好在只系净系冚亲下啫。如果过紧马路晕，咪出事咯。所以唔好再唔食嘢、唔瞓觉啦。仲有啊，呢两日如果觉得唔舒服，就即刻翻嚟睇啦。头先喺街晕过嚟，咩事咁急，话一定要亲口同我讲啊？
天堂殺死咗羅少啊！你搞清楚未啊？翠天堂真系话俾我听噶，你系咪应该有啲事要同我呢个 Handler 报告？你都見過鄭妹啦，即係咩都知道曬。我唔重複，我要聽你自己講一次。係啊，樂少係我殺嘅，咁得唔得啊 ？Handler 同卧底之間最緊要就係互相信任。我試過唔信你，我唔會再犯同一個錯。同你相處咁耐，我卓海可以保证你徐天堂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会为了保命而牺牲同你出生入死的伙计。天堂，讲我知 ，Handler 就是这样的，再见魏德成。我不单止见到他，仲見到樂少，佢殺人許啟發之後，俾魏德順捉咗，打到好傷。之後魏德順就攞支槍出嚟，佢同我講，叫我懟冧樂少。佢話如果我唔懟冧佢嘅話，嗰就係我底。樂少佢望住我，冇出聲。但我睇得出佢嘅眼神，佢话俾我知呢一枪系一定要打噶，系因为我哋之前已经倾好咗。好啊，今日可以同你度睇下风景，怼下 band， 出队又唔系咁讲啦。你福我，我长兴，到时又狗咬狗骨啦。冇计啦，唔同字头，仲要死对头。转个头，要我冧你，或者你要冧翻我都唔出奇。同卧底就预咗啦，系要攞条命仔嚟搏噶嘛。与其死喺飞机或者大辉手上，死喺你手上都唔错啊，值得啊。咁我都宁愿死喺你手上，好过俾个咩无厘拉废嘅差评怼冧啊！认真嘅，如果有朝一日我同你都逼不得已要怼冧对方嘅时候，应承我，唔好手软。即系话，如果欢喜是你，叫你杀我，为咗完成我的任务，你都会照做啊？系。魏德信要是你，要你怼冧我嘅时候，记住唔好犹豫。讲咗就系啦，咪到时你怼冧我，到我怼你嗰阵时，你系叔啊？好啊，睇下点，睇下点。我哋就系之前倾好咗，所以到最后我打咗佢肚一枪。你打佢个肚，取信唔到魏德顺。所以樂少佢要幫我保王，佢撲上嚟搶我支槍，對住自己心口，用佢手指壓住我嘅手，猛雞打咗自己心口一下。我明明應承咗佢，但我真係做唔到啊！我唔單止要樂少要幫我保王，我仲要佢幫我挨多一槍啊！
關你事。換轉係樂少，就算係我，冇人可以開到呢一槍。我當時就應該要拎住呢槍，一槍打死魏德信。就算我唔掹雞，樂少都係為我而死噶，係我害死佢噶。我喺邊度揾翻個樂少嚟陪俾鄭妹啊？我寧願死過係我啊！唔好怪責自己，長生。你唔係我，你唔會明白。你唔記得蟲龍我絕對明白。冇人比我更加明白。徐天堂，你企喺度。对唔住，我唔应该行呢条路俾你见到。头先我去咗乐少屋企，我觉得好嬲，好嬲，所以我好想整烂咗佢个头盔。唔知點解我好似明白咗啲嘢，我覺得樂少佢好似有嘢想同我講，想講乜嘢？樂少佢就係呢一個德雄貴，佢寧願自己掛傷，寧願自己掛爛，佢都要保護我哋，唔俾我哋受傷。如果講話徐天堂你嘅話，你都會想做呢個頭盔，係咪？所以你冇對唔住樂少，你冇對唔住我。只是生死抽，抽中了兩次。我寧願抽到死籤嗰個係我，唔係佢。夠啦，徐天堂，樂少死咗啦！
阿小死咗啦！阿小死咗啦！为咗保护我哋两个死，而家我哋两个都喺度。你觉得你系死咗嘅话先对得住佢嘅话，你而家喺我面前死咗佢。害死乐少嗰个人系魏德顺，系魏德顺。对不起。5亿美金，全部喺晒度。今日彭马先生喺乌兹尔飞埋过嚟之后，倾埋啲细节就可以运到去。呢一批系我帮你跑翻嚟嗰5亿，我记得你讲过，你仲会有多5亿。冇错啊，呢度第一批，第二批好快就到。耶！你下边啲人好似唔知道发生咩事咁。黎生，如果要第二批嘅话，要早啲安排。真系担心，今次少劳烦你啦，我会另有安排。就算冇咗黑警帮你，你都有你嘅办法。Victor， 我越嚟越欣赏到你嘅个人能力。多谢全家。兄弟哥。麻利先生，等我介紹。呢位咧係啱啱喺烏茲爾飛過嚟，係嗰邊黑幫最有智慧嘅 Mr. Palmer 彭馬先生。呢個就係香港幫會復和嘅話事人陳歡喜先生。Nice to meet you, Mr. Palmer。你好 ，Mr. Chan。我識少少廣東話。哦，誒，坐，嚟，坐。李副教，係。叫徐廣喜坐。好，辛苦。西貢唔單止係一笪好嘅地方，仲接通曬咧東南亞最完整嘅走私網絡。啊，我聽萬里先生都講過啊 ，Mr. Trump 嘅走私網好犀利啊！誒，唔知道運錢去烏茲爾咧要幾耐嘅時間？頭尾4日。哇 ，perfect！ 咁有幾多美金就運幾多美金，我多多都受。你知嘛？唔單止賺1倍嘅手續費，中間仲有。好多油水啊！我同彭利先生已經準備咗5亿美金。哇 ，very good， 500 million， 我全部要曬。多謝曬，嚟，我哋合作愉快。Cheers， 處長，坐低先講，全靠你交張雪晴佢部手機翻嚟，我先知許啟發。啊，唔係，係趙冠豪大膽到揾冒充案底，確定咗啦。我哋驗一條屍，佢牙齒嘅特徵同 DNA 都唔係許啟發本人，反而趙冠豪，佢有案底有 record。
屍體同佢完全吻合，應該係趙冠豪改頭換面，利用許啟發卧底嘅身份重返警隊，然之後步步高升。咁其他嘅黑點係咪都係趙冠豪只係運用職權，利用卧底行動更換身份嘅機制，無中生有一啲卧底嘅檔案，將一啲真正黑社會當成係真正卧底咁召翻入警隊。咁佢就製造咗一個人控制嘅黑警網。呢啲根本唔係警察嘅警察，竟然喺我哋警隊咁。阿海，好彩你發現咗。唔係我發現，係阿權發現。我只不過幫佢完成嘅完成任務，利用黑警做嘢嘅長兄魏德順未入到佢罪，而禮 Sir 仲有卧底喺長兄做緊嘢，我哋要拉到曬佢哋，先至可以話係幫禮 Sir 完成。明白。咁魏德順就交俾你，我哋等你哋歸隊。一場。史嘉麗，唔好意思，約你嚟仲要你等我。唔緊要。你遲到，我才至可以欣賞下周圍嘅環境。又或者唔係腦入面嘅炸彈提醒我人生苦短，我都唔識得活在當下。我驚今日約你出嚟講嘅嘢會破壞你心情。就算係會，我都要知嘅，係咪？魏德順有冇同你睇過啊？冇。他怕阿敏真的會感覺起爆氣，所以照他意思不敢輕舉妄動。我見過阿敏，阿敏是卧底，警察卧底。他是一個有絕症的卧底，他想用生命有生之年用非常手段對付班罪犯，所以挑撥魏德順和陳潘喜，想攬住他們一起死。所以我都要死。雖然魏德順不是我帮你，是你一直帮紧我。呢件事本来就是我的事，交翻俾我，我有办法可以令逼他在我面前讲真话。萧小姐，上边。唔关你事。诶，未得魏生同意之前，你不可以去任何地方。我要去边就去边，唔需要任何人同意。萧小姐，你不可以用难做啦，好吗？我去边有我的自由。你夠膽要喐手阻我？放手，放手！魏生，發生咩事？你要唔俾我走，你一系就用鎖鏈鎖住我，一系用槍射定。即刻同司書爺道歉。對唔住，司小姐，我要走。Scarlett， 話曬 partner 咁耐。就算你要走，我哋系咪应该好好地咁坐低倾一倾？我哋唔系讲好咗喺度住一排嘅，点解无端端又话要走？我就咁走咗去，系咪一定会死？你不會死。點解？你不是已經知道了？我想你親口講，我生定死，我想我有權知。楊教授改裝個遙控引爆器，你內邊的裝置永久短路失靈。你做咩啊？
陳佩妮，我想單獨同你傾幾句。蔡炳，你架車喺度等我。卓常係警務人員，佢唔會亂嚟。卓常，山長水遠嚟到呢度，如果你純粹拜我老婆嘅，我多謝你。如果有其他嘢傾嘅，我睇呢度環境唔係好適合。如果係關於你真正嘅身份，你老婆唔知嘅話，我可以講埋俾佢知嘅。我唔係好明白你意思。跟我翻 CIB 先講。張 Sir， 我已經用樂少嘅電話已經交咗俾你，幫你揾曬啲黑警出嚟。你唔頒個好市民獎俾我都輸。你而家仲拉我呢個良好市民，福禍坐管陳冠希。另外一個真正身份，佢係一個警察，仲係一個卧底。就算你唔認，我都要拉你。我唔會唔認。你點知呢件事？樂少峰喺臨死前，佢寄咗佢寫嘅 notebook 俾我。而家係早上7:10。幾個鐘頭之後，許啟發就會同魏德信秘密會面。冒充卧底咁耐，今次係我第一次寫 notebook。其實唔係好識寫，但我好想感受一下寫 notebook 嘅滋味係點樣。阿妹講過，卧底成日要偽裝，唯有對住 handler 同埋處境相同嘅卧底夥計，先可以放鬆做翻自己。但對我嚟講，冇一刻可以放鬆。我根本唔係咩夥計，對住大家仲喺度講緊大話。冇人知道真正嘅我係點，只有我孤獨一個人面對。呢一刻嘅我，好似終於同阿妹、天堂、Cherry 佢哋一樣。原來我一直都好想同大家一齊，做你哋嘅夥計，成為真正我哋嘅一份子。所以我想履行卧底嘅职责，讲一件好紧要嘅事俾卓常明知。一个秘密讲咗出嚟就唔系秘密。乐少峰咁做，佢唔系要我对付你，佢系关心你，佢想你翻转头。我亦都查过，如果冇错嘅话，你应该系程天明请谁嘅卧底。请谁在几年前破了几宗长兴的大案，背后应该是你给了请谁。我看你的反应，我应该没估错。当你估啱晒，我是请谁的卧底，我掉得晒我自己的花样。我掉，有證據嘅你拉我，我可以拉咗你翻去慢慢做查。卓 Sir， 我知你係一個好警察，你做所有嘢都跟足曬程序。如果你有證據嘅，你唔會同我講咁多嘢，勸我翻去。做警察好多時都好多掣肘，所以我選擇行我而家。我自己呢条路，我哋再讲落都系嘥我哋自己时间。等你有证据嗰阵时，再揾我。我出边仲有好多嘢做，我走先。乜报仇真系咁重要咩？冇错，今日嚟呢度就系提醒我自己呢件事。谁曾经亲口说向往平淡，明明我想开心活到简单，而原真为你可如流沙随地散，奋力来面对灾难。原来我记住你便忘记我自己，沿途
亦坐得起，闲话全部不理，有生之年我伴你飞，从头去发现你越神秘。